则推外婆荡秋千，哎呀，你跟着推外婆荡秋千呢？不要啦，坐这，坐这，外婆抱着坐，要不要？坐外婆身上，坐，你外婆到那里去抱她。自己坐那不好玩的嘞，那咕咚的嘞，那是抓好啊，那不是抓好啊，你不能随便的，小心咕咚的，不能中啊。那你不知道他一放你就完蛋了，那不能怪他的嘞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能，这不是小孩子玩的地方 ，OK？ 哎，你真是，啊，抱在上面坐坐，你就抱在上面坐，抱他坐。抱他坐，坐，你就把他抱在上面坐就行了，不要荡了。跑了，又跑了，不玩了，又跑了，又跑了，嗯，咦，又捡棍，哎呀，这脏啊，得体呀，拿个棍子哎，哎呀，跑了，跑哪里了？哎呀，跑哪里了？跑得好远呢。哟，好了，咕咚，自己爬起来了，咕咚。